这是掉了馅儿的。一直掉馅儿，不吃了它，可惜了。快蒙起手里啊！即使调煮的没小米稀饭，俩人都不喝。以后我跟你说，你一句话说完，别说一句就是，这句话我说真的不中老了。你就不说了，我都再是想一会儿再说，说出比方说也说一句了，再想一想。发型是到现在懂了吗？发型看门人都是谁切跟那调了，他俩搁屋里外面，我搁那唱着，我搁那沙发上听着，俩黑了一上鱼。哎，小夏，喝那瓶儿，那喝来喝来，那不喝不喝又该你看这男人舒不见中那玻璃烂碗，你看啊，老婆不中，老婆光来，你看发，你养的肉多的，净是那鼻孙疙瘩，你看你还包出来是啥样子嘞？眼睁着眼睁的，不的那那的，我滚个大妈来着，行，你搁这儿，这个面条不烂，真的可好了。烙面啊，炒的嗓子。你的饭可有食欲啊？有啥食欲？不就那啥东西？颜色可好啊？这都弄这些菜。正月，烙面条吧。嗯。那是啥呀？土豆。青春菜，青春椒。这不像你的风格，就成真事儿。我烙谁碗的？蒸的面条。俺白饭。给我做一份。这谁蒸的面条？这啥呀？没成熟啥？这不是菜？太跑这你看看。这啥玩意？菜都掉这底下了。这啥呀？你这混合啥呢？混啥了？你喝啥呢？吃吧，喝啥？他这白叶就这一根啊。什么？你这有个大肠？哎，麻了，麻了。有个大肠。你这面条一弄，硬着咽下去不能啊？这不硬啊？哎，不硬。看着可硬。嗯，可软滑。可自信。弄调皮筋儿了。哎，没下来。哎，拿啥搞？这你这哪是养的不行？香椿菜、玉米菜干。这今上午干活了。嗯，一上都是大碗，都不行。你要吃洋葱？是这苏葱小怪。我也没种那菜，我都种点子。你说我也没得刀呀，饺子那刀菜菜。哎，老弟，不酸呀？那葱条肉，香醋，醋，好。这个酸菜没尝过啊，人家好吃好的没尝过菜。你这俩，这吃这吃，在碗里边蒸菜。你这不热还让我夹着吹吹的，你这不热你吹啥来吹？今天吃惯了。嗯，慢慢来的。做了吗？妈妈，你这让谁买的？谁刷的？我都不吃，我都不喝。慢点，别吃。一碗小刀还一碗。你坐这儿来。好。不买它。你大爷中午留着去。人家老美的，我也没吃饭。谁煮的？俺吃中午了，不吃了。吃凉了。没吃了。哥俩，空啊空啊你呀。嗯。哎，你看我可不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昨儿喝了喝喝。那那那。我在那吃着呢，你不知道。多少瓶啊？哎。多不多呀？多少瓶来着？你按照你那几多喝？喝两瓶哎。嗯。那成三瓶了。哎呀，他都喝不了多少。好吃。老的，这一碗面条不少啊！你看，吃一些个还有一碗。姐，不带劲。这饺子馅带劲。嗯，我这一碗可带劲，可见底。你还带一碗呢？啊，还带一碗，还不烂汤似的。这一碗是垫垫底儿。啊。嗯、来，我给你倒，没光空身上。来，奶奶给你倒来。菜的，你说。你看这搁哪看的呀？还是那？
嗯。你去上我的可拉，我朝他成亲去，我说的红亲去。嗯，哥吧。今儿也没得买韭菜。嗯，你晚上就是让。咱俩上头弄点啥呀？树叶弄弄。不弄树叶。太臭了。嗯嗯，喝。什么喝？什么东西？那俩喝不喝？你不喝？不喝。你不喝，喝不上。喝喝。喝那老，喝那老赵老姐。去当会儿去，当会儿穿我给你穿，走快去。哎。不喝别喝，不喝。回家听听。嗯嗯，好。最后一个。你不喝，喝不上。大碗。少倒不倒，倒不了。少倒不倒，都差俩了。我给你尝尝呗，你哎，谢谢不尝。疙瘩疼，嗯，疙瘩疼。疙瘩弄，点碎了是吧？嗯，老了不中。他就好。嗯。好吃好吃。是。媳妇给你做中药是好喝的。是吧？我说是从俺东北来的，真的。慢慢来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坐坐。你看俺背上，等他他见了喝的吗？喝啥喝？你说啥嘞？来吧。过来过来来。有两个，有两个，你这本上最好的，咬两个吃了。柚子的啥名儿呀？柚子的。那不是鸡蛋？我就刚跟着拍的，他就不够。你刚刚完事儿。原来有了一根，还拐接两根呢。嗯。好喝不好？那五根子都慢点。你别我都捞不动了都。妈妈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事儿，你过来。一吃一碗，吃一碗，哎呀，我尝你了两次。过来，你要去那亲戚家了，那亲戚开门一看，你店里没店，啪啪门一关，回去。关回去不中，吃了我管不中，上管不起，上管不起，上管不起，管不起。嗯，刚到俺手里早都给你哄。那不那等两个等月都饿。